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川哥，今天是值得高兴的一天啊！为什么啊？是我们的鸡今天要开杀了，正式开始卖了啊！然后现在我和大宝还有妈，我们上山去把朋友们买的鸡啊，把它抓下来，然后今天就可以发货了啊！好了，这。买过去，我要亲自呀！我们没去，粮食要放少点了买呀。为了我们为了那么久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今天。哎，走，现在去抓鸡啊！你妈娘，我们就是这个太陡了啊！那天我走在这里摔了一，就在这里啊，摔了一跤啊！啊，背嘛，等背下来嘛。嗯、啊。哎。拿往哪走？今天要的公鸡，你往母鸡那边走。你，估计母鸡明年子都可以卖老鸡了。嗯，因为我们母鸡要下蛋啊，现在公鸡要遭殃了。你来的带那个哇？哎呦！就直接逮啊！先挑打的吗？啊！妈，一手一个啊！这个沙头。哎，这个打的。哎，他那鸡脚脚，它有点红的红的颜色，就来啊。嗯。我们那个鸡那个脚全是乌的啊。哎呀，这个脚底下长长，它有点带粉红来的，所以叫叫睫毛啊。你今天你要遭殃了，你给我做贡献了，啥子？应该是肥包的时候了啊，放在那边啊。耶，你一手一个，一手一个，贴得很的。推得好大。哎呀！跑过来。夜猫没放。哎，那个鸡蛋别还是对着欺负他呢，走开！哦，这一个刚才跑掉了一个啊！喂，你看，绑了脚啊，你看嘛，你要绑野干。野干绑到不绑它还是肥。嗯。我来抓两个。我来抓一个大的啊！拿你说哪个要不要那个？哎，等一下，这鸡很猛啊！哎呦，好，好厉害！耶耶耶！这鸡，进了三个了是吧？继续。打吧断，打吧断哈的吧，别断。你也是像我觉得。我有你插鸡有一套嘞，他这一下一个，一下一个，嗯，可能抓鸡抓鸡的心里好高兴，哪个？你抓一个，那你抓不要打开，打把脚不得行，我抓你慢慢拽到你，哎呀，我来抓，一人抓一个嘛，中啊，嘿。嘿，你也凶嘛！哎，那个人能出来过了？出来了，别叫他。他丢到外头去，他哪里摆不了？啊。妈真的很厉害啊，随时一刷一个准啊。
是吧？好了，现在今天就这么多啊。好了，鸡捉好了啊，一人拿两个，呵呵，现在下去结束了他这辉煌的一生啊，呵呵，来。